这是一艘17.4万立方米级的大型洋机船，它有四个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综合性能优，第二个特点是低温性能好，第三个特点是空船重量轻，第四个特点是航线适配性好。在整个2022年，沪东中华的 LNG 订单达到了38艘，在全球单一船厂来讲，我们排到世界第二，占到世界份额超过20%以上。除了国内船东订的一些船以外，还有欧洲船东、日本船东，尤其最近增长比较快的中东船东，首次的订单里边，完全出口的 LNG 船大概占到50%不到一点。中国船厂的话，在2022年新承接的 LNG 船的新造船订单，这个数据的话大概是在892万立方米，这个数字的话呢，比2021年大概是增长了是10倍左右。2022年的话呢，中国船厂新承接的 LNG 船的订单占全球 LNG 船的比例呢是达到了31%，而2021年的话呢，这个数字呢还只有7%，说明的我们这个市场份额是在明显的上升的。